漫威电影里的搞笑名场面，伊林养的复联伊里，当众人正在商议如何处置洛基时，索尔站出来维护洛基。Loki is beyond reason, but he is of Asgard. He is my brother. He killed 80 people in 2 days. 到了雷神三里，索尔意外来到了萨卡星上。正当他被困在椅子上无法动弹时，却看到了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的洛基。他想让弟弟救自己，然而 ，I've never met this man in my life. He's my brother. 但好弱的是，雷神两兄弟除了互相坑对方以外，同样都被一个人揍过。复联一里，洛基从高傲的神到好弱的神。I am a god, dark creature, and I will not be bullied by him. Here we go.同样在雷神三里，当浩克出现在决斗场时，洛基的第一反应是，而索尔则是兴奋的大叫。但在一分钟之后，两兄弟的心情就会发生互换。索尔在和浩克对战时，企图用寡姐的招式唤醒班纳，然而，三一辈子忘不掉。索尔和浩克打完之后，他问浩克是怎么到这里的，浩克说是作战斗机来的。连身经百战的索尔都惊叹，可见寡姐的功力之深厚。自电梯战神，在美队二里，美队被九头蛇众人堵在了电梯里，发现情况不对，他还贴心地问了一句。下一秒，美队直接变身电梯战神，依靠自身过硬的实力，将所有敌人全部撂倒。而到了复联四里，穿越时空的美队再次面临熟悉的情况，原以为又要来一场电梯大战时，结果却是眼镜都愣了。没想到啊，一个浓眉大眼的五五开也叛变了，这把我们稳了。